味的番茄菜花，让我们看看怎么制作的吧。烧热一锅水，沸腾时放入洗净的番茄，小火煮三分钟至表皮开始脱落后捞出。放凉后撕去外皮，再切成小块以备用。将花菜洗净后切成小块，烧热一锅水，倒入切好的花菜，小火，美味的番茄菜花，让我们看看怎么制作的吧。烧热一锅水，沸腾时放入洗净的番茄，小火煮三分钟至表皮开始脱落后捞出。放凉后撕去外皮，再切成小块以备用。将花菜洗净后切成小块，烧热一锅水，倒入切好的花菜，小火煮三分钟后捞出沥干水分。